直播带岗你见过吗？前几天石家庄市就把一场招聘会搬进了直播间，求职者只需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岗比三家。这场招聘会名字叫走进企业职场体验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，是今年石家庄系列招聘专项行动中的其中一项。在直播间里，十来家本地重点企业代表变身带岗主播，用视频、图片等方式现场推销招聘企业，还有电子信息、先进制造、节能环保、商贸物流等多个热门行业的300来个就业岗位。与之前直播带岗招聘会不同的是，这次平对平互动交流出现了几名求职大学生的身影。只见他们在企业代表的引领下，逛办公区域、看生产线、体验新产品，用人单位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清晰可见，让求职者与企业直接见面，这像不像一次双向面试？瞧，有位大学生就对高温价产生了兴趣，还把自己最关心的工资等问题问得明明白白，企业代表听了连忙做出详细解答。看到专业对口的岗位，想了解工作环境、福利待遇、发展前景等信息，别急，在直播过程中，求职者可以随时在线向主播提问，来一场云端洽谈，并能够在线投递简历。听说啊，石家庄这次系列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结束。从今年6月份以来，已经上线各类招聘会181场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0000多人。